卢瑞斌师傅，并请萧国雄师傅准备。亦都请何月浩师傅准备。嗱，喺度再三呼籲咁多位師傅嚇，一嗌到名咧，你麻煩大家咧就各行前少少嚟呢條司令台，因為好快脆到你哋嘅演出。並且今日有份武術表演，已經報咗武術表演嘅師傅，請你哋嚟到司令台報到一下，等我知道你哋嚟咗，安排你哋演出。多謝合作，唔該曬。在这段里面我们都知道他的分开陈阳和孙武，而台上面师傅表演就是吴色太极快拳，而这套吴色太极快拳是极少出来表演的，大家可以细心欣赏一下。